这是过去的我。恭喜啊，又得设计师大奖，恭喜啊。我在享受我应得的一切，名与利、荣耀与地位，都在我预期的规划中，在30岁以前获得。当人爬到顶点后，我却感到空虚，而且更害怕失去。我害怕那一天的到来，我不知道，有朝一日若真的失去一切，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？你谁？你谁？你是谁？是你女朋友啊，不要再吵了了。Judy， 我最近老是做一些奇怪的梦。拜托，梦红，被你这样一吵，我明天哪有精神工作啊？你说，这是不是精神崩溃的前兆？你好得很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明天还要谈大东建设的案子。说等 case 谈成了，就要带我去欧洲血拼一个月的。我可是全指望你了。Judy， 我牙痛啊，我明天不想去开会了。啊，牙痛不是病啊，而且你现在又没有请假的权利啊。快睡吧，睡醒了就不痛了啊。建筑设计公司，你好。你画这是什么设计图啊？我不是说要画气派一点吗？可是客户算了，早知道就不能信任你，就把上一次我帮爱迪生画的图拿出来再造画一次。老板，
去。孟红，蔡老板找你，私信。好。蔡老板你好，替你设计啊，是我的荣幸，没有问题。时间呢，我再请秘书跟你排，啊，安心的交给我。好了，改天我们再一起去打球。嗯，拜拜。孟红，你怎么不听我的呢？老林，董事长，帮蔡先生他们安排时间，下礼拜去看场地。是。孟红，我们人手不足，如果再负担这个案子的话，公司会吃不消哦。下礼拜我要看到设计图，知道吗？孟红，赚钱固然重要，可是也要量力而为嘛。况且我们公司现在我都 Andy， 现在过来开会。谢谢，今天下午再交给我，重做。爸妈。哎，网红，你们怎么来了呢？妈看你最近啊脸色不太好，特地给你炖了一锅汤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干嘛那么费事，还特地送来？我晚上回去喝就行了。你每天都到天亮才回来，我根本见不着女人。哎，现在有时间了，哎，趁热我来给你盛啊！来，哎，爸，爸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孟红啊！伯母、伯父，孟红、周先来了。糟了，他资料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哎哎哎，那这汤呢？爸，我待会再喝，我先去忙了。对不起，我这个客户很重要。伯母、伯父，你们就先坐一下，我不照顾你们了啊。现在周先生已经来了，你的资料还没有给我准备好，你给我进来。表面上我看起来很风光，其实无形中我失去了很多，尤其是亲情。你画这是什么啊？一点现代感都没有！拿出去，拿出去，我自己画。孟红，你没事吧？要准备走喽？哎，你看，这是我帮你搭的这个领结，还有配这个西装，好吗？朱迪，我今天不太舒服，可以不要去吗？又牙疼了是不是？止痛药帮你准备好了，还有，哎，这是你的茶杯配奶茶，吃药吧。孟红，不要忘了今天这个餐会对你是很重要的，打起精神来，好吗？我去换衣服了。所有的忙碌都是自找的，压力的累积之下，让我逐渐面临崩溃的边缘。没有人知道，包括我也没有意识到，我们都忘了，当陀螺的线拴得太紧的时候，迟早有一天它会断的。哎，啊，你开车拢无咧看咯，听见你拢无咧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连开车都心不在焉的？朱迪，我今天不太舒服，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啊？又牙疼了是不是？上次你还不是发烧到40度，也跟人家要去谈 case 啊？不是我狠心，真是今天应酬对我们真的很重要。你不能就出去为了一个牙疼就不去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在帮你嘛。赶快开车走吧。唉，等这几个 case 都谈成的话呢，然后我们公司也就稳定啦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结婚了。
你怎么了呢？哎，叶子曼，汪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汪，哎。我现在帮你检查。嗯，智齿在发炎，很痛吧？你这需要开刀拔出来哦。只要能不痛啊，随便你怎么做。拔牙我最厉害，你这颗牙长歪了，要用这个。放心交给我，长痛不如短痛。短痛，自任性的想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结果……嘿，卡莉亚，你们家有客人呢。嘘，哎呦，你真 stupid 嘞！告诉你讲啊，你家老板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为什么 ？Here cannot talk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嘛，我活了这么久，没有听说拔牙会拔出这种事儿来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地震。你对不起有什么用呢？我只想知道他现在这个样子以后能不能好。你看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耶，你说伤了神经到底能不能好嘛？是啊是啊，照理说伤了神经不至于不会说话的。问题就是他现在就是不能说话呀。那恐怕也不是我这个牙医师能负责的，我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。什么心理医生？哎，你搞错没有啊？没有人知道断了一条神经造成舌头麻痹是怎么样的一种窘境。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如果以后孟红真的不能说话，这可怎么得了？喂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说不出话来。他们都在笑我。我看今天我们会就到此结束吧。孟红，医生说没有那么严重，你还是可以说话的啊。你现在只是心理作用罢了。大家都说是心理作用，但你们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痛苦呢？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舌头麻痹会阻碍我的思考，会影响我的食欲，更会让我脑中一片空白，空白到连轻微的叹息声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我是要你设计一个家呀，不是要你设计一个漂亮的冰库吗？啊，光看这个配色，哼，我就不寒而栗了。你要我怎么住进去呀？刘老板，这一向就是墨红的设计风格啊，你不找我们，你不就是冲着这个特色来的吗？是啊，他是靠这个特色得奖起家的，我知道啊。不过你们搞清楚啊，现在是帮我设计一个家，不是参加比赛嘛，分清楚啊。舌头麻痹，让我无力与人争论，反而可以让我冷静地听人把我批评得一无是处。哎，大设计师啊，你说说话呀。好，是你不给我个交代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换设计师，不耽误你们了。哎，墨红，你说说话啊。刘老板，或许舌头麻痹只是一个导火线，它让我有借口去逃避许多疲于面对的事情，然而它也真的在我生命中造成极大的影响，我成了一个人人都看不出来的残障者。我开始怨天尤人。那重复的梦境代表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建筑违规？怎么可能？我们一切都按照法定程序来的，你去跟银行解释一下嘛。啊？银行不肯贷款给我们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小林，这时候我们要共体时间。你千万不可以这时候离开啊！墨红，你都听到了。其实只要你肯出面，事情是有转圜的余地的。我们再试试看好不好？我相信你可以的，你别让我失望啊。你要对我说什么？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你不要担心啦，其实我可以处理得好的，真的。去睡觉吧，不用想那么多啦，真的没事。墨红真的没事了，好不好？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处理好的。我让你一人静一静。朱棣无怨无悔的全力帮助我，只是更凸显我的无力与挫败。什么叫做心力交瘁，跟万念俱灰？什么叫做脚踩的地，却不着地的空虚？我深知各种滋味，可是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墨红，
我离开一阵子，不要担心我。要去哪里我不知道，未来该怎么办我不敢想，我只有一种天地之大竟没我容身之处的悲哀。该不会连耳朵都出了问题吧？为什么我听成女人的声音了？这人是真阿爸哦，落这呢，也无要适合娘一个，你就是种死人款啦，哦，干袂下啦。你骂我什么？安怎哟？安怎？你别讲话啦，李长官，你别生气啦，伊无歹意啦。他诅咒我，你还叫我别生气？什么人纠缠你？我爹主，我对阮某嘛是讲死人款啦。你还说？我要你跟我道歉。会死你，假看卖。恁厝的牛打死阮厝的鸡，我阁无找你算啥呢？那是两回事。啊！谁叫你们家的鸡跑到我的牧场来，活该！哦，你是靠说讲你是将军退休真嚣板，把恁要当作细汉的哦？哼，困不困啦？免寒冰啦！叽里咕噜说些什么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好好说清楚。好了，这小胖，你别你惊你哦。你啊！你买个给恭维了，李将军呐、啊，你不要这样常常生气了，这样对你的身体会不好呢。而且我们厝边隔壁那样不会好啦，不稀罕什么邻居啊。对，你赶紧赶紧等下恁后生的牧场啦，等下啦。李将军啊，哎呦，落开啊，你是讲你后生要创啥啦？这个嘴哦，真假啦！骂伊，看他跟因好心，唔知要创啥。这个人哦，我有当时嘛感觉真讨厌，也毋过看伊安尼孤孤单单一个，嘛感觉真可怜呢。少年呢？啊，车是安怎啦？你一直看我什么路用？啊，有困难爱讲出来啊！
你是 A 教的哦？啊，可怜，看你一表人才，哪会？哦，你要找修车场哟、我知啦，咱庄内有一间啦。哦，你要找修车场哟、我知啦。咱庄内有一间啦，小姐啊，哎呦，站到边啊啦，你有安怎无？没有没有，我没事。哦，夭壽哦，歹势，我唔是讲你啦，我是讲吼，你命足大啦，啊石头啊哦，差一点啊都落到你车顶去啊啦。请问一下，那边有路可以下山吗？无呢，只有这条路会当落山尔。啊，只有这边可以走。那怎么办呢？拍摄拍摄，真卡所在吼，暗头啊办较济啦。你是不是也要修车？少年的。你唔通看了无点哦，我少年时阵哦，我还捌做过学手呢。也唔过，这种车我唔捌碰过哦，唔知海底什么所在啦。我看吼，可能爱刹车落山去修理。少年嘞，少年，你要刹车去倒位啦？啊，要刹车落山哦。哎呀，莫讲啊！你话天要暗啊，暗飕飕吼，出手无看镜头呢。你是要准备伫个半山路歇困了？旅馆，哈哈哈！一庄卡所在，哪有什么旅馆啦？也毋过，真是要住吼，有一间啦。阮遮毋是什么好所在啦。但是呢，比你睏在车顶较好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阮，阮母，阮母，来来来，这是啥物人啊？哦，路拄到个朋友啦，伊车歹去吼，今日要带咱厝个。哈，袂用了，我已经答应我个朋友哦，我要叫伊带。啊，恁朋友是啥物人啊？哦，来来来，这位就是我个朋友啊，你看。啊，哪一款朋友？嘿，啊，你会用个有朋友？我都袂用的哦，我不管啦，我已经答应要借给伊住啦。哎呀，你就是一种死人款啦，任何代志要参详再搁讲。咱平常时呢，车歹暂时要借住一暝，明仔透早我会陪伊落山修车啦。嘿，我的朋友的理由敢会比你较差哟？我甲你讲啦，今日山路吼落一粒足大粒的石头落来，冻伫个路啊啦，啊伊的车吼拢袂开的啦，哼。伊一个查某囡仔来住阮家，要叫伊去倒？啊！你讲山路未通啊？哦，哼，莫讲伊的车未开的啦，哈明仔载公路局哦，若是无来将迄个石头搬走吼，恁两个想要落山哦，嘛免想啦。哈哈，
你甲阮也实在有够缘啦。吼，一来啊，发生这个代志，你无带才都袂用你。你伫个乌白讲啥啦？我拄则讲的话，你敢无听哦？伊同款有困难啊，我敢会见死不救嘞？算了啦，高太太，既然你先生答应别人在先，我就不为难你，我再另外想想办法好了。别因的啦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的啦。啊哦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住在我家。你娘伊，啊，你要安怎？哎呦，你那遐尼念头啦，无安尼啦。先生，你卖计较，小姐，你嘛卖计较。阮迄间房间哦，会使住两个啦。你讲嘛会通啦。吼，因两位亲像天涯沦落人哦。嗯嗯。哦，店家熟识，马上讲有缘啦吼。对啦对啦对啦。我反对。哦，哪有缘哦？那表示意见的动作拢叭叭叭呢。这两个将我算的。是啦是啦是啦。好啦好啦，按恁两个卖安尼啦。我有一个主意啦，阮家的碰椅哦，会使起一暗啊啦。你是一个查甫话嘛，较无要紧啦，对不？啊，这叫沙发。哈哈哈！找到啊，找到！好佳哉，无去个蛋雕吼，除了一挂这个臭扑味以外吼，价少无问题啦。好啦好啦，有在你啦，无勉强你啦吼。孟先生啊，来啦，进来吃饭啦。啊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免客气啊，免客气，当作家己厝共款啦吼。嘿啦嘿啦，凊彩吃咧吼，较袂过着吼。来，坐坐坐，免客气哦。免客气，坐坐坐。吃饭啦！哎呦，这真歹势呢，拢无肉呢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甲你讲吼，这菜吼，拢是阮家家己种的啦，无喷油啊，保证安全。吃看卖，真甜哦。来，吃吃吃吃吃吃。免客气啦。安怎了？吃袂惯是毋？啊，你嘛知影讲，阮庄卡所在，也比讲都市安尼才会水准吼。啊，饮来一个，凊彩吃一个，吼。谁说城市人就比较高贵？我就觉得这些菜很好吃，我很喜欢吃啊。啊，不要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哎，少年嘞。孟先生，人家好心管你吃管你住，你也不要太过分吧。干嘛装哑巴骗人？你根本就不是哑巴，我们在山谷见过，你能叫得出来，表示你根本没事啊。我是不懂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不过我警告你，不要对那些老实人动什么歪脑筋。趁我没识破你之前啊，好自为之，快走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凭什么认为我在骗你？我是医生，你是好是坏，骗不过我。哼，没话说了吧？干嘛这么费事用血的？现在有什么花样说的，不是比较方便？你不配做医生，因为你连好坏都分不清。你教训我！我就是被你们这些做医生的害得说不出话来，你看得出来吗？
这是医疗伤害啊。哼，你竟然这么厉害，告诉我啊，怎么样才能让我好起来，告诉我啊。喂，手术开始。妈，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。我学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救你，你要加油，不要让我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医生有状况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打强心针。留下我，你不可以，妈。小安，我等不及了。妈这一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生这个病，害你一头转到研究里去。我没关系，我真的没关系。只要能医好你，就算是要我牺牲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青春，我都无所谓。可是我不甘心啊，小安。如果能够选。你能够陪在我的身边，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小碎骨头怎么受得了？啊！不关我的事，你自己摔下来的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脖子啊，扭到了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好，你先别动，你坐上来，我试试看哈，小心点啊！来来来，小心点，我试试看啊哈。是不是这里啊？你放轻松哦。来，下巴不要出力哦。叫我妈
昨天我心情不太好，你也知道，突然被困在这种地方，情绪总是会被影响到嘛。如果不礼貌的地方，对不起啊。你怎么了？恁两个都起来啊！哎，恁两个在创啥？无啦。刚刚孟先生睡觉，所以我扶他啦。啊，别紧，别紧，别紧。哇哦，想袂到恁两个感情这么好啊！来，饮一杯茶啦。等下。哎，明先生，昨日困来惯是无？啊？没关系哦。啊，都嗨啊嘞。没关系啦，才一个晚上嘛。哦，这真歹讲哦。照这个办事看起来哦，唔知啥物要等到啥物时阵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昨哦，隔壁山哦，因为地固翻身啦，迄落足侪石头的啦。啊，这公路局呢，拢伫无闻迄边的山路，惊恐惊无带来处理咱这条路。还有其他方法？有啊，就是踮阮厝继续等啊。哎，啊，这都无法度啊！哎，阮家吼较偏僻啦，啊，迄边大路较重要啦。哎，无安尼啦，恁若是真着急要转去哦，先敲一通电话转去讲一声，好无？安怎？啊，恁拢无要敲？是安怎？是，恁厝的拢无人的哦，唔免打一通电话报平安的哦。不用担心啦，我有手机电话可以用。看恁安尼有头甲面，我也感觉真艰苦的。唉，可是若真正这么寂寞，我还有一个办法啦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。确定这几天都没有看到孟宏吗？好，谢谢。朱棣啊，哦，孟宏的那些个朋友啊，你最清楚了。你想想看，他可能还会去什么地方？伯父伯母，能想的我都想过了。真可悲，跟他在一起了这么久，在这个时候，竟然连他会去哪里，我都理不出个头绪来。我这个做女朋友的，真的做得很失败。千万别这么说啊！我真的只是很气我自己。伯母、伯父，这样好了，我去找找看孟宏可能会去的地方。好，好，那我就先去看看。辛苦了啊！嗯。哎，就好好讲一下哦。哎，今日等我好好讲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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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将军啊！别紧别紧，只有我来处理啦。安啦，来，我来见啊。好，你跟我讲，好，你讲吼。好，我讲吼。李将军啊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的啦，但是这是好事情。如果你可以帮助我们，借给我们你儿子的那台驴头机啊。哈哈哈！条路较早通，和遐个厝外人哦，会当较早倒转去。我相信大家都会感谢你的啦。你也不准动我儿子的推土机！我叫你们滚，听到没有？滚！恁好心啊，再讲伊老爸是这款人哦，一定会感觉计较啦。你再说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好，我刚讲完，叫你来，我是要做来啊！进来，世间人无放弃师傅，叫你找人报三工，你伫遐甲人冤家，你实在是足见笑的你啊！来转来，转来！加你哦！滚！滚！滚！
This is Ned. ，这就是我梦里面的牧场了。